Apple 推出全新 H3010.4GHz 无线耳机产品，有别于针对 PC 应用的型号，并非采用 USB 介面，改为直接支援 3.5mm 音源接口，几乎所有市场上的手持式装置都能够支援。耳机驱动单元为 30mm，响应频率由 20Hz 至 20kHz， 讯噪比为85分贝，同样采用半耳式耳机设计，并以人造皮夹作隔音材料，不俗的柔软度和舒适度同时提供优良的隔音表现。简约又新金属头带具有调节功能，可以因应不同的头部轮廓调节松紧，可以减少长期佩戴所造成的疲劳，并非采用 USB 介面收发器，改用一般影音器材常用的 3.5mm 音频端子，不再局限于 PC 应用领域，任何支援 3.5mm 音频端子的装置只需要采用 Apple H3010互联的 3.5mm 音频端子发射器，就可以提供 16bit 44.1kHz 采样质素无线音效传输。3.5mm 音频端子发射器同样是基于自家研发的 M3 2.4GHz 无线传输晶片，拥有主动式跳频技术，可以在复杂的 2.4GHz 环境下拥有抗干扰能力。耳机两侧均内建了两组垂直天线，可以互补接收芯片，会自动对比两者的信号接收品质。 Apple H3010内建 3.7W 350mAh 充电锂电池设计，无需使用干电池，不单止可以节省成本，而且又环保，更可以提供6小时的电池续航力。由于 3.5mm 音频端子没有供电，因此附联的发射器亦都内建 3.7W 250mAh 充电锂电池设计，电池续航力则提供大概4.5小时。